para mabilis na makabalik ulit sa hirap mo. Pag binlock ko rin natin yan, di natin ipatay tayo. Asan ang hirap mo?
可以才能爬。嗯。一点半就不可以爬山。哦，又有点危险。哪里就是往现在到底是外面看不清楚，不是我眼睛雾大，是外面是基本上就是那边比较平吧，那边比较平，对，那边比较平，你就跟着缆车滑下去就到了。我和我滑的东倒西歪的，这里已经没有早上那么平，对，就呼呼呼呼呼。
些东西。不清楚啊。想在雪道上看能不能比较不跳，我要开始用省力的滑法，滑得有点累，是不是还能扣紧一点吗？太用力。干嘛？我已经扣到这里。那你可以再转啊，转的会，我不想再转，转的会更。觉得很跳很难过吗？就很就是乱跳，很这个时候尽量用高边滑，不知道自己在滑什么。那我就不会，我就不会高边滑法了。你还没有教我，你就叫我踩紧。那个，你就我想想看哦。好吧，要怎么教比较好呢？等一下，我想一下。不是有那个搓棒棒吗？搓棒棒。现在先观察下面的坡度。这样子坡度，下坡是这里，但是现在那里。所以如果以前进方向这样子的话，等于是左高右低。嗯。左高右低的话，练习左转会比较简单。左转的那种刹车会比较简单。那左转的刹车呢？你也知道，你也会左转的刹车吗？不太会。你已经会了吗？左转的刹车，你会自己头向上这样子停，对不对？嗯。差别是你要停的时候，你就想象跟上面那个一样，有两个牙签，你就想象我要去戳牙签，然后呢，要停不停的就好了，要停不停的。你要是对我等一下做，然后我会做出这样的动作，但是。如果是我不想要练那个一直在那边扭啊扭，一直在那弄来弄去那个，一直刹车。不要急，不要。但是你不想练那个，但是那个就是你那种练习，就是说先教你会一百的，
然后等到你觉得你大概懂那个一百的意思，你用二三十五十那种力道去做，你就不会有扭的感觉。好，我先做一次，你觉得那个姿势你不喜欢，你就不要练。我是说我只做微微的侧刹车，我不是做练习的动作。然后你觉得看丑不丑？摔倒了，对啊，因为这样你觉得这样还太快啊，就没有弄好，就对，一次没弄好，所以任何练习的时候都只做一下，因为任何练习连续做两三下就不行。然后刚刚那个适合练习的波已经没有，那我们继续过，我让他们。
可以坐在这个道上吗？啊？刚刚的那个动作就是左脚一直往下滑的那种感觉，也是一种侧降。其实侧降跟侧杀差不多，然后要能够滑得下去，就是上半身也要放下面一点这样。对啊，用那种重心感往下滑，就是我刚教的。大概要放到这个位置。放的时候，上半身又朝下面，就是我讲的那种滑法。对啊，然后用这个滑法的刹车力很强。对啊，是用内侧的边。其实就是，也不是、用内侧边，对，就是这样。就是我刚刚讲的说，你如果用钢边这样子滑下去。你要是没有抬起来的话，前面就会积雪，然后就啪摔倒，就跟滑单板的人一样。但是你翘起来的话就没事啦、啊。然后想办法把它放松。那个重心感很微妙，那个重心感就是你要稍微压鞋舌，头要前进一点点。然后还要把头放左边一点点，大概重心点在正上方这个位置，就可以一直持续往那边滑。这就是那种刹车的感觉，然后那种控制前后也是大概在这里，不过动得很慢的时候感觉不大出来，大概要动快一点。向下，但是我想刹车的时候，会大概是像这个感觉。对啊，大概是这样。然后往左也是一样，这里就完全做得到那种姿势，就是往前加速一段。之前我在讲说，哦，完全不要，请要用钢边滑行，不要侧滑。但是今天教的技巧是尽量侧滑，用它慢慢的刹一点点而已，只是用来减速，不是完全刹车。然后那种东西做到最紧的时候，可以在 0.2 秒之内刹车，做到最紧的强度，但是又不会摔倒。我不行哎、欸，你可以试试看，只用一只脚。我就是会摔倒啊！我就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，就是一只脚抬高就会刹车的效果。滑下来，然后往右，等一下我再做一次。这样子就是说，有，你这次往前做对。这样子啦，就是因为你要这样子停下来的时候，你怕头冲过去嘛，所以你上半身往这边倒，但是这样子的刹车力很差。然后又要帮助你往这边，但是人天生会觉得我会摔下去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你要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右脚抬起来，你就会觉得我还可以那个，万一我做过头了什么，快停下来的时候，我可以救一下。这样子练，身体可以在前面一点，会停得很好。压鞋舌，这种重心感跟当脚滑是一模一样的。对啊，可以一直这样停。现在是右边是上面，所以一直侧往右边。对啊，这样子还行。
抬脚就好了。你可以，你可以再那样子，反正右脚可以救你。你可以坐的。是很缓，应该是很安全的。对啊，所以可以坐的。就是假设五十公分就要撞到柱子，就非得用这个方法刹车。在我前面停。对啊。再我往后面滑。后面滑。先来拨一边高一边低啊，我这个这样。啊，那另外一边也可以这样练，嗯，大概这样。那如果一直滑行当中的话，就是轻轻坐就好了，做单脚练习啊。我们是不是看得到一些些山？好像是哎，我是说边边。羊蹄山了。边边。有吗？很边边吗？是右边还是？是右边这边。白白这一块吗？对啊。这边呐、啊，那边吗？对啊，啊这边山坡没。嗯，还是看不到，快了吧？应该说那一阵雪跑掉了吧？而且风不是一直往那边吗？对啊。所以等到这阵雪下到后面以后，等一下都看得到了。那要坐上去了。哎、欸，我们来去坐盖子。哎、欸，盖子在这。我们坐旁边这个。我们现在坐上去了。小两个人的，对，哎，在哪里啊？像，老师在哪？那边在隔壁树后面。老师在隔壁，过得去吗？过得去吧。去看看。不行啊，他很会陪练的、啊。不用啊，前面就可以过去啊。前面就、哦、我看到那个是缆车站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就是啊，像这种很缓的斜坡上转弯啊。嗯，你试着就是上半身不要动就好，嗯，跟你滑法一模一样，跟平常滑法一模一样，上半身朝下就好。接力的云，哎、欸，前面好像有接力的云、嗯，就有可能看到。这边的一直在往左走，好像就这样而已。至少我看到山上。这个缆车也是第一次坐吗？好像没坐。可以仔细看，它跟公道交叉的。我来弄一下头发，好难受。
被吹到冷死了，好难受啊！这里就是冷死了。我没有，这个没有点慢。下午没什么人做。对，右边也有线。我说右边有一条线。是接线的吧？不是，左边这个以内是不能滑的，左边是那个雪道的边界，右边是另外一个雪道的边界。那边还有雪道吗？所以这边有一个 gate 或雪道，但是你没看到他说有雪道，所以我猜是个 gate。偷偷这样，然后这样子的话就是很快的时候，对，很快的时候没办法练，但是在绿线上的时候，绿线例如说一路要进缆车站前，可以用这个方法刹，我就直直走，但是只是这样子刹车，这样我就一直朝前面这样，然后我说的转的更厉害的是这样，人往这，但是板子往那，你说那个拖的动作吗？那种就是沿路有点蹬一下那个，对，蹬一下，我没有做到蹬一下，但是就是一直持续这样子走，我大概人朝这边走，但是板子朝这边，大概是这样。拍照，321 ，OK。一人要做一个。小卡，前面的小卡。现在雪算少了吧？我看一下镜头，什么都没有。蓝天。跑到右边了，你看啊，那边合法。get。真的假的？是，这个没有很陡，只是像这个它会拉的比较长。台湾人比大陆人多。我没有怎么听到大陆口音。你有听到吗？那是。因为滑雪社团的关系，极力吹捧此处。是哦，你没看吗？滑雪社团音量最大就是 snowboard。然后 snow cone 吗？对，是，对啊，我哪里都一样啊。现在就是 border 比 ski 讲话大声，然后 border 的话则是，技术没有练到最强的，但是可以滑粉雪滑得很高的。那你要拿说哪里最粉，就是这里最粉。二世谷还是指这里？二世谷啊。就是严格讲就是。但他今天从早到晚，他的缆车都大排队了。这可能不叫大排队，这个叫普通排队，搞不好。对，所以我们去西大夫还要排到婚礼。对啊，搞不好就现在还看不到。那你要再坐这个上去啊？坐这个的话，从一半开始就会变成雾的。其实坐到这里也 OK， 就是现在是不是看不到山脚？看得到山吗？也看不到。还是坐上去就会看到，坐一次。坐进去越搞不清楚，他现在云怎么跑？这是地毯不动的那个。好像是。好，我们坐过，我们坐过。
就是有地毯，但是不动。看得到吗？看得到吗？看得到。小娇，上面有点白白的。嗯。所谓的太阳晒区在那里。他站起来。好，去做这个，去做这个。嗯。
是日本女生绕一个出来。是你是女生。但是我头发不是金的，所以比较不够明显。对，真的可以不坐那个Gondola可以到得了的。对，我本来以为没有。对，它有。结果这次能去得上。
消失了。不能再这样练了，这也太丑了，这也就随便你练。你看我，你要往下看的，我要知道我是不是做的跟我想象一样。你要，你现在要我帮你录还是怎样？你用 GoPro 看就可以。你怎么知道？你在几百年后才会看到这一段嘞？我剪的时候就会知道，不然的话我做一个 mark。嘿嘿，嘿嘿，好，这边是开始的意思。就往下看就好，好好好看。我只要看，对，你只要往下，不要动，好往那种感觉，看看。
行自己把上半身维持在一个定点。嗯，对啊，我一直都觉得那样子很帅啊。那这样子你觉得好还是好？他也很熟练，他的上半身是固定，大概像这样子，像我这个样子，嗯，几乎不会动，然后咚咚，那这样，嗯。我们现在就来偷看别人的滑板，还有没有啊？厉害的人早会从这里经过。这个是在练习中，还不大。但是他的上半身比你前面一点，一点而已。他有试着做类似点上的动作，然后你有没有觉得他上半身比较前面？他还在练习中。他，你仔细看安全帽到脚底拉的线，大概跟三下比，大概是这样子，再往后一点点。然后练成的人大概是头顶到脚底，大概是这样。嗯，这个还在练，好，走了。都做中间盖子的嘛，然后下面都是绿线，很好练习。我看啊，现在几点？还是你要吃个甜点？光棍没有看到我卖什么甜点啊？你说吃我2:20，吃我自己的点心哦、喔。2:20了呢，吃我自己的点心吗？还是要现在喝个水？去哪里喝？你都没有看到卖什么甜点？好像没有看到，好像有一份1000块，太贵了。好瘦。还是我们4点前去吃那个餐厅？不，哈，哪一个？我不是说旅馆附近的，后来看到2间，一间是鱼一星，可以到晚上，另外一间4点就关了。那种4点，然后你要几点去？不好意思啊，对啊，那就是要可能在3:30才收的，我们俩再脱完鞋子去，根本就来不及。嗯，刚没看 Rest House， 还是 Google Map 拿出来看一下。而且我觉得就算去了他那个都不会亮起来，然后就还是不能点。好的，大家都买光了吗？还是我也不知道，连咖喱饭都可以品切。真的这车号是真的，这车号是没有给 menu， 是什么三什么？安诺普利，这个 Rest House 菜单，不是这个，下一个，怎么都没了，看不出来。西富的 Drink， 杰拉头要吗？400块，太冷了。那 Coffee all day。饮料，卡布奇诺，饮料的，多林库，秘鲁没了，另外一家的，什么三口还是什么？等我一下，努卡，什么东西啊？不是。上表三口找不到呢，我看一下，因为它夹在那个建筑物上面，所以它的 icon 被人挡掉了。哦，我找到了，故意搜寻吃的，它的 icon 就出来了，菜单。生啤酒也是 Vanilla Ice 而已啦，没有、嗯、
哦，有啦 ，French Toast， 也是 Vanilla Ice， 对啊，然后就这样，也没有。我只想要昨天那个蛋苹果塔跟巧克力饼干。他三点也卖完了。哎呀，没有。ECLAT。啊，走了啦。ECLAT 还没看呢、啊，要看吗？哦，你说一开始去那间哦？有甜点哦 ，Cake。要吗？吃下去会不会就来就不用滑了？会没事，就是搞太久。不会啊，中间缆车快到有四点吧，他还到夜滑嘞。我买。我们的券只有到五点，我过门的时候我有看，他写五点。那五点也很久了。我没有滑那么晚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好、啊，那先去那里好不好？去那个高的，去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吃。对、啊、对对对对。但是要爬个到二楼的楼梯，好走喽。哦，你说他要进去以后爬上去。
我看我去了，他又说要关了。这是三天以前，应该还可以吧？后面他放了几天，两点，放了几天，两点半。没有了。我是说 next order。算了算了。可以帮我拍一下吗？哎、欸，我放了，放进去，放了那个。